到访冰城的前首相纳吉今天一连跑了好几个地方，先是出席国际商业和投资峰会开幕礼，再和冰城华团交流。下午大约三点，纳吉抵达大山脚点心城出席聚餐活动，现场人山人海，也循环播放 Bosco 歌曲。根据媒体观察，民众更是蜂拥聚集，一睹这一位政治红人。不过在纳吉底部前，大山脚社青团理事林正行协同行动党员提早到点心城拉横幅抗议，拒绝已经被宣判有罪的纳吉来大山脚走动。随后林正行一行人遭到主办方人员阻止和驱赶。主办方强调，纳吉此行只为和人民交流，并非政治活动，不会有政治演说，现场也没有张挂任何党旗。